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居然看见一个人掉在水里，他去把他救上来了。这个精神病的院长非常高兴地对这个精神病患者说，啊，恭喜你啊，这次你救了一个落水的人，你表现得很好。但是不幸的是呢，他呢又上吊自杀了。精神病很得意地说，呵呵，是我把他挂起来晒干的。